乡亲你好，欢迎收看十月十五号礼拜日的蓝天新闻，我是李德。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晚会，也有国庆的同日，讲到祖国的相关的论调，引发到昨中共对着台湾发动大规模的军演。台湾创会在定期会总结讯的时阵，伊就特别调出已经过身的台湾刘世贤。当当时，这阵也阁是台南市长的总统赖清德，亲中甲反中的态度。蔡辉表示讲，总统祖国论引发着军演，真侪民众拢烦恼讲会有战争。伊希望讲赖清德总统伫两岸议题应该尽量保持着维持现状的态度。我也袂当接受吼，我亲中爱台，有听到吼？有听到啦吼？刘宪议员，我反中，我是亲中诶，我无反中。你亲中呢？但是你有台独的思想嘛吼？我亲中爱台。市原作业会今日总质询时阵，调出着已经过星期的市原张世贤进行质询着当时担任着市长的总统赖清德反中甲亲中的片段。伊来讲，伊来怀念着张世贤，伊来嘛用影片点出总统赖清德日前的祖国论，引起着对话军演，真侪民众烦恼讲是毋是战争？啊，你是台独务实工作者，啊，结果伊讲，咱赖清德讲亲中爱台哦，诶，最近作些朋友拢咧甲问讲，会战争还袂战争啊？首先，我嘛唔敢讲啦吼。美国人是无战争的主题出兵来保护台湾，但因拢支持讲台海维持现状。我祖国看我啦，你唔是讲国家啦，是讲所在，啥物所在？是咱祖先生的所在。以这个所在养育我们哦，照顾我们，可能成长。啊，所以政治就莫着想哦，莫去讲些啥物有诶无诶吼。公共还谋求政治上的利益哦，啊，造成岛内族群的对立，啊，可是回来回去啊，最近安尼哦，安尼什么演习安尼演习啊，愈来愈歪，愈来愈歪。伊这几段影片，赖清德总统伊来讲到亲中无反中，嘛来讲到这亲中爱台。蔡其辉表示讲，总统提走到国民党的新主牌啊，谋求政治利益，嘛引发了两岸的紧张。伊蔡其辉嘛，可讲到总统赖清德作为总统，应该尽量和两岸和平。嘛，因为市长王伟提中都来，而是无伫现场，伊嘛询问着民政局长的看法到底是安怎？感觉啦，当然会当和迄个老百姓过着较平和的生活和平。我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这个目标，啊，当然，都维持现状是上好目前的台湾的状态啦。对啦，卖去啊刺激，这是要纪念刘世贤议员。依照政府来讲，应该维持现状的说法嘛，正是出具会给予总统的建议。南天新闻台城议会采访报道。有着师傅罗工桥甲浙江行善团联手合作的柳营区的主体受理案件，今日有着水电的职工来拍头钉，先来设置临时的电箱，并且结合着柳营区公所来进行环境的清理，也佮有家具的回收、搬运等等的作业，予后续主体的征收会当顺利来进行。上个柳营区公所带领着老福义来到柳营区老城案主的厝内，进行老旧家具的搬运、加环境清理等工作。另外一边，则是由水电的技工进行断水、断电、加临时电箱的设置，为修缮的工作做好事前准备。那我们今天在要拆除之前，那个个案里面的家中的一些东西也是要整理哈，那我们也特别柳营区公所哈，我们的社会课他们有结合老虎义过来帮这个阿伯啊哈整理一些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包括冰箱啊，包括一些床铺啊，都先搬出来，以利于我们17号拆除的作业工作这样子。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电器工会的杜文宝杜理事长，也带领我们两位的志工伙伴哦，因为咱要拆除以前，咱要先啊电断掉哈，所以咱个电表先刷位啊，水嘛爱断掉哈，哎，咱个拆除的作业才能顺利的完成这样。将厝内的物件全部搬出来，以及水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因为不但关系到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对着后边修缮作业的进行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今日来最主要任务是把电表锁来边啊啦吼，安装一个临时电箱啦。这临时电箱，伊的重要的任务就是讲有做漏电的啦，各工种啦，是吧？到尾呐，拄啊无小心啦吼，有漏电啦，所以伊有保护作用啦吼。啊，阮着五锁，甲准备五卡啦吼。所以有阵时啊，若同时间看几场，
哦，拢有了。对着修缮过程当中住户的安置问题，以及巷仔跨度不足、大型机具较歹进驻的问题，经过各单位协调讨论以后，也拢会一一克服。未来将会按照行程一步步来完成修缮的任务。台视新闻台三台英雄柳雅区采访报道。国际保育的鸟仔类乌面喇叭已经在今年九月份陆续飞到台南来过冬。在台南市政府所主办的黑皮黑皮展翅翱翔乌面喇叭保育季的系列活动，也将会在十月二十号在七股区的正王府来展开。市长吴伟泰邀请到各地的民众来到台南欣赏到乌面喇叭，体验丰富多元的生态旅游，同时也来品尝到新鲜美味的海产和地方的美食。天气渐渐变冷，台南的沿海嘛多多出现乌面喇叭。为了让更加侪人来熟悉到乌面喇叭，南市府将会伫十月二十号来举办乌面喇叭保育季的系列活动，包括着乌面喇叭的写生比赛、保护区的巡礼、艺术作品的展览等等，内容相当的丰富。我们今年除了有台湾金龟车的那个黑面琵鹭保护区的巡礼以外，我们还有2024。我爱黑皮的写生比赛，另外我们还有筹备三年的黑白与彩色的摄影展，李静丽的摄影展。所谓黑白就是黑面琵鹭，所谓彩色就是环境式。我们在台南市的乡下地区，就包括北部啦、将军、七股，都有很多的可以看到环境式。日前，市府举行三堂的记者会，市长吴伟泰出席到记者会表示，乌面喇叭保育是成功的社会保育教育的过程。真感谢台南县市历任的首长，还有民间单位的斗三工，让民众更加了解到保育乌面喇叭的重要。1993年左右，那个时候，民众对于黑皮还认为它是一种害鸟，它会吃鱼温的鱼。所以对造成农民造成损失，都想要把它猎捕，把它捕杀。到现在大家把它捧在手掌心里面，当作一个宝贝。这20-30年来，观念的改变真的是让人家感觉变动非常大。那也证明了这个黑皮保育工作是要一步一步、一棒一棒的做。根据着统计，台南目前记录到的乌面喇叭数量是2088只，主要栖息伫个客家甲七股等等地区。今年九月份，乌面喇叭已经陆续飞来台南过冬，欢迎乡亲踊跃来参加黑皮保育季，来欣赏乌面喇叭美丽的身影。今天新闻第一时间采访报道。2014人民国际民俗艺术节邀请到来自18国家21组的国际团队来台湾演出，替台南地区带来九天精彩的文化盛宴。满岛的星星台舞蹈团享受这个文化盛宴，接待来自斯洛伐克的舞团，透过舞蹈的互动交流，留近上好的距离，也让国际朋友留下真深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大人囡仔拢沉醉伫咧音乐甲舞蹈当中，现场充满欢笑声。这是马岛新生代舞蹈团为了响应2024人民国际民俗艺术节，日前特别准备台南在地美食及精彩活动，接待来自斯洛伐克的舞团。这28年的期间呢，我们应该是一个唯一就是从头到尾都有参与的。但是当然，这个友谊家庭我们是从1998年开始参加，每一届我们的小朋友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团队是真荣幸会当接待国际级的舞团，除了对阵台南特色伴手礼和来访的舞团成员之外，新生代舞蹈团的囡仔有机会近距离跟斯洛伐克的团员交流，是非常难得的学习经验。那我觉得这一次跟斯洛伐克非常有趣的是，他们说千万不要准备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要来体验你们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准备了餐点呢很有趣，就是说我们会尽量以在地的麻豆小吃、麻豆的美食为主。搭着舞步甲舞者共同跳舞，沉醉伫咧这场充满活力文化交流活动当中。舞蹈唔呐打破了年龄的限制，也有我无共文化之间的距离。咱听新闻了，三毛岛区采访报道。玉仔国小今年将会满120周年，为着迎接着这场的盛事，校方恢复停办30年的国庆菜粿游行，让乡亲也搁有捌参与过菜粿活动的校友，重温当当时欢乐的气氛。活动伫个今日上午的9点热烈来登场，
因都经过成果市场、九八年事件的纪念园区，一个玉山老街等等的所在，替一系列的校庆活动来解舞。由这个小今年将要满120周年，校方也规划了一系列活动要来庆祝。其中15号上午率先登场的是游行采街活动，由玉山国小人西队带头，后面对着校内的特色社团，以及穿着恐龙装，也就是手提标语的苏新队伍，来个社区民众活动。过去的国小，我们在国庆日啦、啊，或者是校庆啊，都有这样子游街活动。那我就用借由这一个，让孩子跟大人一个回忆的连结，能够让孩子亲身走在我们台预警的古街的老街上，然后在这个整个市区这样子跟大家来宣告说，我们12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同时呢，在整个采街的队伍也有我们多元团队，例如我们的排球队、我们舞蹈队的这样多元的一个学习的展现，让乡亲能够知道说，我们预警的学生在这个学习的环境之下，在这120周年悠久的传统之下，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跟表现。因为有社区民众热情打招呼，要家长甲青龙帮忙维持交通安全。游行队伍陆续经过成果市场、大八年事件纪念园区、甲游山老街等所在，呈现过去国庆游行的热闹情景，也唤起大家过去的难忘回忆。哦，上少30单、40单唔捌看啊！令人怀念呐、啊，哈，怀念我们小时候的时光。小时候我们也是都会在国庆日的时候去游行啊，然后我们也是像我自己还是那个乐队的，我是在后面打大鼓。那出去游行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居民对我们很热情的打招呼，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所以我相信现在小朋友很少有这种机会可以体验，那让他们可以在跟我们当地的居民呢，可以有热情的一个连结，那我们当家长的也是会很开心。由这个小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为10月份的采街游行宣告正式启动。后续阁有一连串包括马拉松、路跑、体育竞赛等精彩活动，并将在12月28号进行校庆大会。校方热情邀请社区民众甲校友踊跃参加，共同参与这场盛会。咱的新闻综合报道。新闻进到这，先来进一段的广告。公告了，继续了解其他的新闻消息。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预防登革热最根本的不二法门，就是落实循道清刷，一起预防登革热，为子的健康共同把关。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文怡。没有积水就没有病媒蚊，自然就没有登革热。我们在生活当中隐藏许许多多的病媒蚊滋生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清除。感谢先帝公告了，跟两个咱的新闻现场，乌豆有真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有真好的抗氧的能力。农业部淡区农业改良场透过智能性成分制备技术，将乌豆啊做成乌豆茶、乌豆饭，也佮有植物蛋白饮、素低筋等等多元的产品，也佮运用着微生物水解技术，将乌豆啊的小分子蛋白、植物性生态等等元素做成用心的饮品，发挥着乌豆啊上大的应用价值，嘛创造佮较侪经济效益。修行了后，拍打来脱壳的乌豆，透过在南东改良，而且机能性成分的这制备技术，佮有乌豆植物性的饮品的调制技术，和乌豆保留的营养成分，嘛变成了会当马上啉、马上吃的这乌豆茶、乌豆饭，佮会当用来用心保健的蛋白饮、佮素低筋等等多元产品。那这个我们其实有去检测，大概你吃一包30克的那个黑豆蛋白粉呢，我们是利用这个让它做成小分子的蛋白，然后再者就是说它小分子蛋白之后呢，就会分解成那个生态甚至游离氨基酸，最重要是我们的游离氨基酸里面还有 BCAA 还有 GABA， 这都是我们天然的
这项技术研发出来的。那台南东街场辅导进一个应用成分加高的青林乌豆，台南三号甲十一号，为了推广着乌豆植物性的饮食，进一步来研发着相关的加工技术。在这两项技术的加持之下，完成着真济乌豆的加工产品。目前已经完成着技术转移，相关业者开发出系列商品是应有尽有。是一个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厂，那他希望说。你因为都是那个淀粉，那希望结合我们蛋白质，所以他就看到我们这个黑豆，那也曾经说他其实是常温的一个即食饭，那在制作过程中他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来就是跟我们互相的讨论这些技术之后，它就形成一个黑豆即食饭这样子。伊乌豆有这必需氨基酸、甲膳食纤维、甲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真高。农业部推动着大量村计划，种植面积维持伫5000多公顷。伊开创着乌豆个一附加价值，透过着相关技术，将乌豆优质的蛋白质甲分解出来，变成着植物形态，保留着完整的营养，做成保健养生的商品，和乌豆使用有个一选择甲突破。南天新闻台城新华采访报道。2014东山东特产美食的嘉年华10月12日开始，一连两天在东山运动公园来举行。除了是有小龙市集、市电乐园，还有运动的竞赛之外，更加是邀请到在地总铺师，伊着林景官甲咖啡来热菜，推出桂圆咖啡美食盛宴。现场开了80桌，吸引了袂少的民众来品尝，享受到东山特色的美食，还有休闲的氛围。为了欣赏到东山的美食观光，东山区公所连续两天举办“连连东山季”东特产美食的嘉年华，将在地农产，参照是彭江、彭米、林景，还有东山咖啡等等，伊来展现，还佫准备了花莲粿饭、凉面等等特色美食，和民众来试吃。咱甲东山几项宝、几项即个物件、即个上早上好的即个产品哦，啊，拢呈现在大家。面头前，不管是芳蜜，我爱龙眼干，啊，不管是啊，咱的咖啡，吼、哦，足济足济，吼、哦，啊，个咱东山毛足济啊，水果拢是产量足济，譬如讲火龙果啊，吼、哦，譬如讲足济足济，够咱东山鸭头，吼、哦，来个上盖赞的咧，吼、哦，真正是去到外口外地乡亲那个笑脸，咱东山鸭头，咱甲东山遮好物件拢集中做伙，吼、哦，啊，个今仔中昼。有办这个餐会，吼、哦，一总共80桌秒杀哦，1桌2500。老赖活动吸引了袂少乡亲来到乐街，市场每天嘛特别趁着特殊的机会，提醒大家要注意诈骗的风险。这个网络顶头讲要教你，专门教你去投资的哦，千万唔去投资哈。阿公有遐好看的代志，我就生气，也搁轮到你哈、哦。所以吼、哦，大家啊讲啥物，报你股票要趁钱啊，投资安怎的？迄拢唔通相信，要买老人年金，老人年金8000块，滚下头落去，可以转了啊，可以骗去，啊就唔做唔得的。所以而且感谢大家吼，迄网络的吼、哦，要骗钱的，免相信，但地来下买就爱相信啊，这东山确实好个吼。除了是农特产甲在地美食之外，这回公所阁专工甲总铺师合作，将东山的龙眼干咖啡来热菜，烹出创意料理。另外一个安排着老相片展览。市电乐园、高尔夫球竞赛等等，现场气氛是热闹滚滚。南台新闻台东山综合报道。乌麻甲奇亚两个看起来完全无同款种类的作物甲水果，起来做成冰淇淋，竟然是真适合。生化区农会伫基岩之下，甲环路乡农会来合作，开发出芝麻柿果子冰淇淋，将奇亚饼挖空，中阁加入芝麻酱。冷冻了后，趁着小块退冰，赶紧来吃，会当吃到厚厚的乌麻的香，还有奇亚的清甜。因为讲制作过程是真高工，又阁有季节性，目前敢若有伫个神华农会超市买得到。打开冰柜啊，内底有真济神话农会所来出产的各种口味的即冰激甲冰激凌。不过最近有一个新口味相当引人注意甲好奇，就是奇亚加上着乌麻所来结合的麻柿子果冰淇淋。哦，就是讲咱农产品啊，
番禺乡农会都有这起啊四果子，吼、哦、啊结合咱鲜花，咱在地咱好的芝麻，吼、哦、两个来结合啊，创造双赢，吼、哦、提供咱消费者会当有一个美味的冰淇淋，吼、哦、啊只要健康又个安全。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放做伙物件，竟然变成新口味的冰淇淋。口味主要是神话农会甲嘉义县的欢乐农会机缘之下来合作所开发出来。芝麻四果子冰淇淋是两个农会结合的美好故事。欢乐的企业正就是神话乌麻嘛，是高品质。农会透过着资源共享甲技术交流，为农业市场注入着新的活力。其实冰只个有乌麻香，佮有企业的清甜，但是制作过程是真够甘。试试制作过程哦，要做高工，因为吼、哦，起啊，你搁要搁加姜，搁要搁熬开，然后啊，搁放咱的芝麻，啊，食起迄个口感，迄个食着迄个起啊，迄个脆脆的，然后又有芝麻香，所以真正非常赞的冰淇淋。因为起亚是有这三季的限定，加上制作到今目前这芝麻四果子冰淇淋，只有神话农会甲欢乐农会有得卖，想要试着滋味的朋友可能要把握机会，都是要专工走一转。南天新闻台城神话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摩道爱心田赛站庆祝到14周年，即天特别举办感恩的茶会。唔，那是邀请到平常时服务的长辈，嘛邀请到14年来一直共同支持照顾长者的善心单位做伙来庆祝。透过手作活动，让长辈有社会参与的机会，嘛借由过程来提升因的自信，并且得到成就感。由舞团带来精彩舞蹈表演，庆祝服务30周年华山摩道站迎来成立14周年。这天要请到位长辈跟长期支持我们的社会团体做会庆祝。今天很开心呢，可以举办我们华山麻豆爱心天使站14周年的感恩茶会活动。那今年呢，很特别的，就是延续去年的摄影展的主题。我们呢，今年因为长辈呢看到自己的照片之后，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将长辈的照片啊送给长辈的同时，那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就是去彩绘他们的相框，那将长辈的相片呢再送到长辈手上。在这个彩绘相框的时刻，送上最温暖的祝福。今年华山摩道站面属旧年点影灯的主题，让长辈将家己美好的瞬间记录伫咧相框当中。那有社会参与的机会，也透过手作的过程提升自信，并且得到成就感。长辈看到相片之后也非常的开心，那相信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来去支持，来去陪伴更多的老宝贝，让他们在老后的岁月可以得到更多的温暖的力量。那也诚挚的邀请更多的人来一起加入我们爱老人的行列。东京台丰富的活动，让长辈一个充实的生活。华山基金会摩道爱心田赛站14年来为在地长者打造出第二个家，未来同款的继续陪伴这些长辈。南天新闻台山摩道区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来关心到明仔的天气状况。根据到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明仔10月16号，台地区侪会用是好天，温度是25度到30度，降雨几率是20%。再来关心沿海方面的气象，在东石安平沿海方面，好天侪云透着东北风转东南风，小阴转中阴，风力是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阁转到4至5级阵风7级。继续来看明仔农民历，国历10月16日，旧历是9月14日，适合跨厝解毒，禁忌凡事少处，冲着顺阳的58岁煞当兵。以上是10月15号礼拜二的南天新闻，我想你第祝你平安愉快，下回请继续收看南天新闻，咱再会。